你为什么叫天下第一连呢？因为我销量第一，味道最好，我天下第一连的肚兜肉，当天的当天吃，所以我叫天下第一连。说我的费用的都买奔驰大 G 了，明年我准备 A 股上市。大家好，我是郭爱斌，今天来到著名的天下第一连，这里是山东菏泽鄄城县。这一根肠多少米？21米小肠。你看咱这大肠都看看都无用了，一点用没有，反过来叫你们看一看，这一根大肠是9米，我那个大肠15根，一根大肠是8厘米，我这个大肠是120斤，咱这的头都是13斤以上了，又是300斤的猪，都是鲜的，你看看多软乎，还热乎的。这还给猪刮刮毛吗？哦，对，得给它刮刮毛。猪头焯水，咱这有3天一换啊，一桶40斤，2桶80斤油先倒上。这个3天换下来的油，油到哪了？这80斤油用3回，我收费用了，他都买奔驰大 G 了。80斤油只用3次，现在油温达到180度，我天下第一连的肚兜肉现在开始下锅。哦，你为什么叫天下第一连呢？因为我当天的当天吃。哦。每天都是保持3斤的猪。我天下第一连的肚兜肉，当天的当天吃，因为我销量第一，味道最好，所以我叫天下第一连。明年我准备 A 股上市。最忙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斤猪头肉？最忙的时候我一天卖2000多斤，加上下货一共有多少？一天卖7万。那得有多少斤呢？过年时候一天2000多斤，这不得1吨多吗？啊，先来看看米黄色老粗。为什么咱要炸一遍呀？这个猪头炸一遍把肥油都炸掉了，哦，它吃着不腻，炸一遍没有土腥味，没有脏腥的味，哦，啊，它好吃，哦，咱这下猪蹄不一个一个下，我天下第一连就这么下，啊，一盆倒里边了。对呀，一个一个下太慢了。哟，这个大罩子啊！啊，为什么咱叫天下第一连？咱的为什么最好吃？因为30年我只干一件事，30年把一件事做好，这都是天下第一连的目的。这30年的大罩子。这个道理给我30年了，你看什么来都细一半了。啊，呀，这磨的把都细一半了。这块把都啊磨的细一半了。啊，我的天啊，这块是圆的，这块是扁的了。啊，老板今年多大的年纪了？今年55，这一照的就是2000元。呀，这个大肠卖多少钱一斤呢？75大肠头。哦。济南有一个卖138一斤的，138一斤的，咱这是什么人都能吃得起，没钱能吃得起，有钱也吃得起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大肠套小肠。啊，我们肠换肠，这是我的肚肠。啊，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哇，哦，这里边大肠套小肠下锅。大肠套小肠，人生无常，肠换肠，咱们都跑啊！这是，老板，这是放的什么呀？冰糖。哦，炒个糖色。这个里头花椒、八角、大茴香、小茴香，开始倒里头炸呀，香味出来了，倒水呀。咱这里全是28种中草药熬制而成，没有香精、味精。连酱油都没有，这精那精啊，咱这三精的没有，28种秘方都在这一个料里头啊。哦，放进去，先放料包。呀，这里还有辣椒，哎呦，
这个汤是老汤吗？啊，这个汤都是30年的老汤。哦，开始下锅。嗯。这一锅得有多少斤呢？这一锅350斤，上微锅，下微锅。哦。添肥添到这么多年，蒙着我二针正好。哦、这个蒙着我二针了一针的肥还不算多。再啊，这个压锅石用了多少年？这个压锅石都30多年了。哦，从干就开始用这个啊？对，从干就这个。这个压锅石要是煮水的话，这都是老汤了，属于。对呀、啊。当天的当天吃，多鲜！你看，老板，你这屋里边还有这么多锦旗啊，都是吃着好吃，还有了学习的，都给送的锦旗啊。啊，干的挺好，给送的锦旗、啊。都在哪个部位最好吃？咱那天涯地连最好吃啊，就是天涯地连。啊，猪脸啊。那啊、咱们这里免费试吃啊，你给我来个猪脸，我试吃一下子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切一块就可以啊。啊，好，加个饼。那你店里边来买啥的最多了？主要是要连的最多，天涯地连来买连的最多。你问问人家要不要嘛？嗯，我一般生人不问，啊，熟人才会拿要的脸吧。哦、啊，一般要连的多。啊。他要说不要脸，我都是多少要点脸吧。好了好了，这些可以了。哇，猪头肉夹上，哎呀，啊，咱们尝尝这个肉，哎呀，嗯，这个猪头肉还是挺香的啊，这猪的，哇。嗯，味道还是挺棒。